定出孩子，兄弟们，他下辈子必出孩子啊。然后他孩子就是九转，你给他孩子清完了，他三个九转，他只能倒第三次。所以说，你只要清他孩子就行了。你用这俩宝宝疯狂啊，保证出手清他孩子。他的宝宝，他这只宝宝有点赛点啊。孩子一般多少蓝啊？锥子可以让他的工程出不了手。我的锥子应该速度比他快，破碎他两次应该差不多了啊。我操，他锥子速度比我还快，我900多高敏加天赋啊。好，挂中 OK， 他加个先令一发，破碎一刀1700，谁知道孩子一般多少蓝？起安神诀没有时间花里胡哨的啊。好像孩子可能是没蓝了，我觉得啊，他身上应该有很多伤。把他锥子扫了，控制的工程163不着急给他打完，他没有锥子以后啊，看他孩子没有蓝，孩子好像没蓝了啊。大力才能出奇迹，奥利给 OK， 没锥子了啊，没锥子，我的无限控他了。这回合给自己卡大，宝宝起个法防，他追不死，平 A 能建设死他 OK， 有道理。我现在应该有风铃了，他也清我锥子，他这高连宝宝在我这都不是事儿，还能加先例，还有蓝，你妈的啊！孩子给你干废，毒宝宝神用，你有风铃吗？好像是有什么破碎。他孩子没蓝，他拉不了人的话，他就废了啊，他就得跟我打九转，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啊。OK。下回合直接领宝吧。看看他怎么拉啊。吃药性了，两只高连的宝宝给的压力确实大啊。我看你怎么拉。扫死孩子压尸体，扫死孩子很难，扫孩子太难了。我操，林中鸟行啊，兄弟老弟有点东西啊。这就直接出虚拟了，兄弟们。锥子就直接锥他孩子了，他就得用九转，我这绿一下绿一万挺吓人。台子神木林最难打，神，而且他青花瓷还告诉随便，很嚣张，今天就用灭灭他的嚣张气焰啊。莫欺少年穷，以为大唐是小菜，他必是孩子了，孩子我追他，他没招啊。炸，哎呦，挺难拉呢啊，挺难拉，挺难拉。他两只高连挺难拉啊。不过你也不好拉啊。我虽然不好受，你也难受，我虚弥还快。中无魂，中无魂，中无魂，法连法连法连。这种 PK 没有什么孩子不孩子的啊，就是你不要被传统的 PK 所限制啊。这里面套路会更深啊，孩子的套路太浅。现在在关键时刻是疯狂的对冲啊，但是下回合应该要出孩子了。
帮我看看我哪只宝宝速度最慢，我没有速度慢的。只能用高速拉啊。他拉起来是一点血吗？我出地厅不行，出地厅的话没有那啥了啊。我出地厅的话他直接能秒飞啊。这回合必须得用速度优势先把孩子出来啊。风卷一千吃药的不好弄啊。OK, 孩子被炸飞啊。他现在也是虚血，兄弟们。现在我要给孩子疯狂卡药了。力保孩子。兄弟们，刺不刺激？这回合无魂，然后我有风铃。不叫风铃，就是砍人能那啥的。哎，锁我脖。不过你也难受，平砍建设。他这只宝宝速度咋这么快？能他妈守我啊？这只宝宝能守我十，我操啊！你破釜把他虚弥清了不就好了吗？破釜360的眼血不够释放，完了，这把应该是没了，兄弟们。我现在只能赌自己把地厅出来啊。我操，没操作出来，妈的！我想出的结果了，就是一个拉一个卡大金啊。想到了。